喂喂喂喂喂，我忘记8点了，抱歉抱歉。有人吗？我们看一下有谁再来玩吧，因为要自己创房间的话，还要想题库啊，然后这些有一些预设的啦，但是观众有些人没玩咯。可是就是猜不到，啊，我现在又在想说要先玩什么，先试试水温。好啦咯，有人吗？有人呢？我看一下哦，我有天早上就是剪完片的时候，看到有人开了那种你画我猜房，我就进去玩，就玩到后面发现有卡通的题目。然后玩了一下，发现靠，好白目哦！我看一下哦，不然先来玩这个吧。噔噔，白痴哦！我忘记点这个会有声音。等一下，太大声了啊！我忘记会有声音，好恐怖哦！你知道这怎么关吗？还是有没有办法？确认。等下，等下哦，我要找个东西遮。豆豆先生，等下找个图片来遮上面这个。啊，青哥就你了，上面。太大，好，这样子，二啊，有人要玩，他的进来哦，他的进来哦，可是重点是我不会锁房，锁房那个好难设定哦。我在画什么啊？这什么东西？哎，不要说这是我画的哦。我怎么好像在画川普啊？等下啊，正在画川普哎。好啦，开始喽。刚刚是 意外哦 哪里有网址？我要再贴一次吗？再贴一次。哒哒。然后这一次的题目是卡通题，音效色。哎，不要 ghost 我，我打出答案不能跟着我看哦。一些坏人，小音量。我以为英文歌姬啦，小原文好了，满了没关系。我等下就开那个了啦，自定房。吧，我不知道哎，不然等下再看一次广告啊。满了，没关系。我先看看嘛，如果你们真的想玩的话，我再去开指定房。好。而自定房就没有卡通了欸，我刚好看了一下，
它就只有神奇宝贝嘛，然后动物啊，随机啊，还有什么饰品而已。所以等下可能就是一样要抢。对啊，卡通题目。太难了吧？我就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玩诶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欸，我打错了吗？啊！我打不是，要真的练画图，就要画这一种的。发挥想象力，这样你画画才会进步。好累哦！欸，其实我这几天这个时间在睡觉，都睡到大概10点半左右，所以我现在是很累很累的状态。在对岸打后面两个字会被删掉，哪两个字？哎、欸，如果真的没有要画玩的话，就拜托离开。不知道是观众还是路人啊？还是等一下你们进来的人前面要加个繁星，然后后面打，还是说、啊、观众后面打什么什么什么？就像你看，如果像这个啊，观众底线小猫，观众底线棉花糖这样子，不然我这样一个一个踢出去有没有？机 会让人玩，让大家才都有机会玩得到。什么？平时玩英文啊？没办法啊，我英文不好啊。是题库仔吗？很恐怖诶、欸。哦，不行，我要遮住，我要遮住，我要挡，我要挡，我要挡。而且人多的话，我分数应该会调很高，不然我根本画不到题目啊！看，刚刚什么豆豆先生，还有没画到？安安哦，啊，我应该不会播音乐啦，因为要剪精华，所以我不会播音乐出来。不然等下玩英雄联盟，先讲好，等下玩英雄联盟哦。有玩的再进来哦，没玩的不会猜的不要进来哦。啊！感觉这几个都没有要玩啊！你们是只想猜不想画是不是？这样不行啦！
感冒的阿杯观众吗？哎、欸，观众可以打前面呢、啊。哦，对哈、哦，你们有对岸的人会不懂台湾的念法，台湾不叫小黄人啊，这样好像对对岸的人不友善呢。哇，嗯，安安哦，那怎么办？有些题库真的是有会有对岸的讲法，也有台湾的讲法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对啊，可是我们之前玩的游戏，它的翻译全都是对岸的念法，所以我们那时候也玩得很辛苦。很多次答在答对的边边擦过，哎，这个要一直玩过才会知道哪些题目是那个字，不然其实我在里面画很多次，有些字真的是错字，就差一个字而已。啊，我知道。哈哈，我要挡，我挡好，我挡。半小时前才玩过，我也是最近才回来玩这个啊，然后玩到快笑死了。要用 low 的，那要冲进游戏的分类。哎，不用，只是可能会有路人进来。像这个很明显就是题库仔啊，画不出来可以 pass，可是有些人就是都不画啊，就是要画出来让人家猜的啊，训练画画啊。我当时也是你画我猜起来的人啊。刚刚跟繁星游玩克莱夫，哦，乔克夫，对啊，我刚在里面，可是人多了就真的没办法玩了，没办法玩，我才不是题库仔，哇，那至少你有玩嘛，你看你怎么可能分数比我高，加油，大凡哦，对不起，是大凡，哈哈哈。没注意嘛，拍死拍死！是啥？
我有 GID 啊，欸，你这是英文呢，你这是英文呢。好啦，我相信你不是题库仔，因为你猜不到啊，你猜到了一定是题库仔。